到即自己學校的即師妹啦，雖然不同學系，但是出了事的時候其實個心是很不舒服的，是的。還有昨晚都整晚都睡得不好的，是的，都會醒下睡下醒下這樣，是的。今天帶來到這裡的時候呢，其實即大會啦，即學生那邊就做了一些即講詞的時候，其實都有些感觸啦，即為什麼會去到即香港整個社會去到一個有病的狀態，還要是去到即有人去為我們這件事去犧牲，我覺得是一件很心痛。It is a really sad news, so it's really shocking. So that's why I'm here today. Even though I don't have time, I need to come here. Yeah.